技术。如果我真的没有追到你，一定要找一个比我更喜欢你的人在一起。尤其是我妈，莫名都因为你，我以为的差距不过是背对而已，平行线交汇的瞬间这样，我现在真的没有多余的心力管。我以为的差距，不过是背对而已，两个世界的交界。相亲，不要再做一次放手，也不要喜欢别人，这辈子就一直喜欢我吗？